那时候就是觉得说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这不是真的。然后可是很真实的已经过来跟你说，你要保大人还是小孩？大车把他逼车，再把他撞倒，就是撞了跑的时候，我弟媳的车子是翻滚了，我记得是滑行26还是24公尺。那说对不起吗？有，对不起。你没有看他翻车是不是？对。当他离开，决定说你被西被挖，都不是我的事，因为新闻不在乎我这个东西。其实他有不确定故意的时候，你用这样的刑法就是鼓励他们说什么？我就是去跑，我跑掉就没有，我跑到被抓到，还是比我留下来跟你在那里和解，跟你被发现我是谁，来的风险低啊。